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，大家早安！这是咪咪阿秋广播网，听医生讲看脉这个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。听医生讲看脉，咱这个节目是每礼拜日早起十一点到十二点播出，多谢大家收听。先讲看卖这个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，空中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咱今仔日要采访的是咱高雄辅音科技大学陈志伟陈教授，陈教授你好，你好你好，永兴师啊你好。嘿，陈教授是伫辅音甲生技。生物医学、生物医学、生物技术、生物学都有关系，我教过足多。起码这生物科技足行的啦，吼，大家拢常常听到哦，生技、生技，吼。是，你生技的范围真宽呢，足快，非常快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讲食的物件啦，比如讲这个药品啦，你差不多十几年前哦，药啊差不多拢是迄落有机化学合成的，今嘛95%以上的啊，拢是用生物技术做的。哦对，是。咱空中的朋友吼，比如讲农业嘛有生技啊，有咯，还足重要。你拄只讲食的物，哦对不？啊，别那好些，有药啊，以外，咱即马疫苗，哎呀，生物科技啊，是啊，是生物科技啊，研发嘛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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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唔对。细菌嘛，生物科技。哦，有哦，足济哦，这不无赶快的气死啊，这无赶快的优若乳啊，益生菌啊，是啊，哎呀，娘家生技公司啊，足夯的哦，黑龙生技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黑龙江生技。这生计的话，食衣住行，预热，对啊，连电子业工嘛，即马进入生物科技，是啊，无唔对啊，一礼拜前哦，差不多。有一个叫做马克思的吼，你大家可能拢知啊，伊拢讲的是美国的，实际上现实生活来的钢铁人呐、啊，伊个伊是特斯拉公司的，特斯拉大家都知啊，对，伊做诶生物晶片呢，大脑的呢，大脑的生物晶片呢，晶片哈，晶片，直接控制电脑，朋友吼，晶片咱想讲迄是电阻。但是迄通控制比人脑啊，对啊，跟人脑配合在一块，哎呀，现在是人脑的晶片呐，对对对，哎，现在是人脑晶片，咱举几个简单的例啦吼，比如讲帕金森症，对对对对对，现在有希望，咱医学上足侪人拢有着着这帕金森吼，咋办的啦，老人啊，有当时啊心脏的手会跌啊。不方便，走路真僵硬，动作真慢，手会抓，会发抖哈。而且帕金森症以前是用药啊治疗嘛，是啊，啊用药啊，药啊都是化学疗法，是是是，因为咱知道这项脑内底的多巴胺。是是是是是，这个物质有关系。哎，你讲多巴胺，用药啊去控制这个多巴胺的浓度。有当改善帕金森的症状，是是是。啊，即马过来一波物理治疗啊，不是化学。物理就是用晶片来啊。电阻这就是物理的原理嘛。是啊是啊是啊。晶片入去脑内底，晶片会释放电波啊，电子啊，会去影响咱的神经系统，对啊，就改善。对啊，未行，好会行，未叮当，好会叮当。生物科技吼，听起来足神奇嘞。对啊。你是安怎去读这部分？我都伫大学的时候，我读的是成功大学啦。迄个时阵有一个老师吼，我大三的时阵吼，有一个老师吼，人拢讲伊
几乎啦，几乎拿到诺贝尔奖。啊，你有陈大宝这款的哟、哦，哦，人安尼讲呀，什么黑，恁什么黑，陈大什么黑？我应用化学啦，化学 ，OK， 好，啊，我以前就读化学啦，啊，不要，化学给诺贝尔奖有啊，李远哲就是啊，欸、是啊，对啊，有啊，台湾有几多人才啊，清华呀、啊，为清华，嘛、啊、是李远哲嘛是清华、啊欸，是啊，无啊，而且我讲的是成大哦，成功大学、哦，恁这个成大啦，我是讲比如李远哲清华啦。是清华呀、啊，对吧？咱台湾吼、哦、物理化学拢有人去过嘛？对啊。以前杨振宁迄都是物理嘛？对啊。啊，对啊。李远哲是化学。是。医学阿袂啦。系啊系啊系啊。啊，生技嘛阿袂啦。对啊对啊。安尼你较拼一下，看有机会嘛？恁老师有没有去到？啊，去无到。啊，你少年来较拼一下。阮系吼主任吼讲伊个遗憾都是要摕诺贝尔奖。你讲成大迄个哦？无，今麦辅音哦，辅音的啦。哦，你台主音叫啥名？叫做王昭凯。OK， 哦，欸、这个听众朋友个记得注意看有对不对？厉害哦！有安尼励志就好。对，就是讲有励志上好、哦。日本嘛，摕足侪诺贝尔奖呢，你茫想讲拢干那美国含欧洲咧摕呢。系啊。对啊，啊，咱中国人哦，较保守啦，所以小牛音一个安尼啦。无、啊，中国输咱啦，中国无赢啦，中国无赢。对啊，无咱台湾厉害诶、欸。我跟你讲，台湾人伫美国，是做研究诶人，去博士诶人足侪啦，迄内底人才足侪啦，是啊，人才足侪。我就是啊。诶、欸，你去美国对读册？诶、欸，我伫美国读册啊。你现在你要去美国对读册？我去迄个学校叫做Eastern Virginia Medical School， 哦 ，Eastern Virginia， 就东维吉尼亚医学院。哦，啊，维吉尼亚就伫华盛顿 DC 边啊。哎，对。哦，啊，迄个边啊，嘿，迄个边啊。啊，底下读偌久？读差不多，我读两个博士啦。OK， 你本来化学，吼，啊，你即摆去遐读啥？我底下读生物医学，哦，我都读生物医学啊，所以开始加对生物科技这条来嘛，这拢有脉络的啦。哎，啊，你伫美国，感谢我以前对两个博士，哦，摕到两个博士呢，哎，我摕两个，当时双硕士主修，啊，你双博士，哎，无啦无啦，对，对两种博士，迄个生物医学博士 ，OK， 啊，加迄个应用生物化学。应用生化博士 ，OK， 安尼真好。对。啊，你安尼拢总前后伫美国待多久？七年，诶，七年摕两个博士。安尼差不多。啊，以后工课，我去做美国做差不多要两档，做两档的工课。OK。啊，然后回来。啊，你拢奖学金还是半工半读？诶，我拢半工半读啦。啊，我迄个半工半读吼，其实我叫做 fellowship。哦，飞到去不过在啦，就是毛奖学金啦，嘛是奖学金啦，啊，等下做工课啦。是啦，啊，你合理啊，啊，无啦，人呢，美国人出钱给你读册，啊，所以免讲到做一挂工课。对，无咱做工课嘛，学着物件嘛。哎呀，对啦，对啊，即卖咧改，即卖少年人讲哦，其实咱来服务哦，来做工课哦，其实是当学习到做侪物件，所以袂使嫌艰苦啦。啊，我迄个时阵做工课迄个所在吼，诶，我足侪同学吼，拢去选迄个。比如讲服务生啦，像即卖学生囡仔吼，常常拢爱去找迄种，打工啦。啊，其实吼，我伫美国迄个时阵，我其实嘛是摕迄个奖学金 fellowship 啦，哈。啊，就是讲嘛是爱做工课，做研究啊，你要做研究。但是我干那找迄种迄落做研究的工课。哦，我不爱去做迄种迄落，我不爱去做迄种迄落打工啦。OK， 安尼麦当劳，安尼学习都系紧。是啊，你那做研究实习，你就会当写论文啦，安尼就两。是啊，两全其美啊，对吧？啊，主要是所以麦当劳今年可以弄个 PhD， 啊，不然要死。是啊，主要是。你美国回来了咧？啊，美国回来了。美国回来了吼，我即马。你无等于母校？无吼，无。啊，你走去对？我走去科学工艺博物馆。啊，高雄的科工馆哦。是啊。诶，啊，这真趣味哦！啊，科工馆你做啥物代志？我做研究员。OK， 是。啊，底下你有什么贡献？贡献哦，即马你伫科工馆内底看到吼，甲迄个环境。环境保护，啊，跟生物科技有关的物件吼，我差不多，我迄个时阵是第一个带迄个，你策划迄个展览的展示的所有材料，是，啊，这等于是科学教育普及化，对
在做社会教育的这个科学教育了。是是是是。啊，高公馆你待多久？待了大概两年左右。啊了嘞。啊，因为我迄个时阵吼，较迄落少年啦，我感觉讲我啥物都会当做。对啊，当然啦，少年人就是安尼。啊，你搁尝试啥物无共？我就走去迄落，走去一间叫做合同，合同。私人公司。这是公家私人。是私人的公司。OK。啊，但是呢，离咱的燕巢吼，燕巢你若对高速公路去吼，看到吼，迄工厂上大间的吼，啊，一个招牌啊。哦，足大诶，石油这个分六桶，迄个是石油化学，诶，做石油化学。哦，合同是一间石油化学公司，是，爱请你做啥？就请我做一间迄个生物科技公司啊。哦，因要成立生物科技公司啦，是，叫你去规划的对。对。OK。所以，关键时阵我都甲甲伊规划一个公司吼，啊，变那经营吼，啊，写迄种迄个科学园区的申请书啦，哈。啊嘛有，嘛有入去申。那个科学工业园区哦，就是要设厂的对。对。啊，就是想要生产啥？迄个时阵，阮当初是要生产迄个 amino acid 氨基酸。氨基酸 ，OK。对。尤其是个氨基酸，放入去各种的迄种的食品啊，食品来对，奶粉啊。所以健康食品的对。健康食品，而且它有一些那尊都知影这行的吼，生物化学吼，拢知影这个氨基酸其实有真济。对人体就重要啦。重要。好，重要。阿廖嘞，你过去对，你的经历还蛮丰富哦。啊，我都开笑脸的时阵哦。叫做讲较狂妄啦，比较狂妄哦。其实我生命中当中，是啊，但是哦，这接不得英雄赛哦，诶，讲话哦，其实哦，这个合同以前，我开始诶公司哦，即马佫有伫诶哦，伫台北哦。啊，即马迄个时阵哦，我想讲，就人往高处爬，啊嘛不止安尼啦，主要是我家庭诶，我处理高雄啦，我是高雄人啊，啊，所以哦，我就。走去统一啦，永康啦。哦，我统一企业足大咧，啊，统一企业是做食品。统一吼，做诶物件即卖足济。快，嘿，啊，统一即卖已经有足济间诶生技公司啊。OK。但是我入去迄时阵啊，无。迄阵你去做啥？嘛是做研究甲发展，比如讲规划公司啊，吼，开始成立啊，新的部门啊，吼，挨落试吃啊，所以我即卖开始不一样。恁的产品你拢爱试的对啊？有当时啊啦，有当时啊。你迄阵有做出啥物？即卖大家要过来食。有啊，大补铁哦，哎，真有名哎，对，还是用中药的迄个迄个，未使讲中药哦，那违法哦，就是十全大补汤哦，中草药的素食面呢，哦，所以统一就是开始，哦，统一厉害哦，研发足侪几种产品，哦，足侪，伊嘛有金马毛下好啊，啊，你哋统一做，好水，啊，搞不要选那个个跳。啊，都跟你讲，年少轻狂啊，跟赵一对啊，其实蛮不单呐、啊，不单啥呢？因为我是高雄人，所以你能看到我的轨迹跟呐吼，拢离不开这个故乡啊，无我赵忠恒，啊，跟赵忠恒，地球一定有啦，哎呀，不是，这个赵忠恒，啊，跟谁赵忠恒啊？所以搞不要吹牛，从赵忠恒福音就对啦，就上帝安排啊，因为有一个吼，跟我熟识足久，我囡仔时阵的朋友啦吼，啊，迄个时阵伫迄个福音科技大学。做主任，啊，讲有一个课，讲有一个课啦，讲有一个课，在迄个长庚医院内底开吼，啊，老师迄个时阵，阮伫学校吼，离迄个澄清湖较远啦，啊，无老师要去啦，啊，讲叫我讲啊，拜六礼拜去甲伊斗相，去甲我斗看一下，伊讲去甲我斗看一下，大寮去长庚都足近的，那个花园。啊，是讲这嘛，拄啊好，你有机会从这边教育体系。是啦，我想主要是讲吼，这个甲医生啦吼，甲护士啊，甲病院内底人吼，我常常接触嘛，开始有互动啦。无我大学生时代时，我就是东维吉尼亚医学院哦，啊，我
我做研究的所在，哎、哦，是讲伫美国遐时阵，就伫东维吉尼亚医学院，哎，对，啊，我做实验，吼、哦，我迄个论文吼，都、就是病院内底做的、哦，尤其是病院内底吼，美国第一个试管婴儿成功的所在，都、哦，哎，恁的病院是试管婴儿出名的，对，所以你开始有、這個、有做着基因的研究就对了，哎。当然的咯、哦，你无做还是？你博士论文写对几方面？做迄个 human zona prostate 啊，来用咱台湾人听有诶吼，就叫做精子强力胶啦。精子强力胶，精子强力胶，哦，就是要甲精子甲黏住啊，黏住啊，你诶身躯，黏住，对，黏住。能来对，能来哦，阿你看当达到受精的效果，哎对啊，啊这些人未生嘛，哎、欸、啊你当然你太无去研究不孕症继续嘞，啊环境无同啦，迄阵也未开，也不可能也够早啦吼，对，迄时阵小夸较早， okay, 所以我拢走伤紧啦，我无等啊。简单讲吼、哦，这就是第一段交代咱这个陈志伟教授哈，伊、哦、的背景是对他。应用化学，后来去美国学生物医学，摕着两个博士，回来台湾了，伊的经验阁不只丰富吼，啊，捌伫科工馆，啊，捌去私人的公司石油化学，啊，捌去统一食品吼，啊，到尾啊，辅音加生物医学吼，啊，阁有真多吼。好，安尼咱先听一段音乐，我阁来请教阿吉米辅音了，到底咧创啥吼？好，Some say love, it is a river that drowns the tender reed. Some say love, it is a razor that leaves your soul to bleed. Some say love, it is a hunger, an endless aching need. I say love, it is a flower, and you, it's only seed.And the soul
欢迎各位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陈英雄医师哈。英雄先啊，咱今日在和咱采访的陈志伟教授哈，伊是生物医学的一个专家啦哈。不要不要。你当来辅音教册了？是。啊，教进偌久啊？22冬。哦。啊，伫辅音教册。当然教学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，很快乐的、啊、你有继续一些你的研究吗、也是要继续 啊, 啊对 啊, 啊第一年因为 你是一入面的教授还是副教授还是助理教授我打入来助理教授而已、啊、对 啊, 啊所以升等你也有论文哎啦对 啊, 對 啊, 啊, 啊你有感觉做过什么研究、啊、你感觉比较趣味的哦我感觉最趣味的、哦就是、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、哦啊一去不回一去不走的我啦我嘛真正迄个时阵呐吼，教册我嘛感觉足做趣味的，对啦，啊，学生囡仔足够水的啦。你也知影迄护士吼，足体贴，就温柔。护音就是上济护理的学生嘛，个水个够水哦。啊，你总教教唔敢离开就对啦。无啦无啦，讲真笑。啊，主要是讲吼，迄个时阵的校长哦，叫做张一凡教授。张教授。啊，迄个时阵的迄个老董吼，我那当署长老董阿伯贵新。OK。好，啊，迄个张一凡教授吼，加迄种迄个迄个时阵涂醒哲是。迄个时是 CDC 诶局长，我最近在做疾病管制局局长，无唔对，啊，加迄个我的校长吼，都加迄个迄个时阵的迄个涂醒哲局长，啊，加迄个温泉协会，迄个时阵咱台湾要打开始要推广观光。温泉嘿，啊，这个产业要发展，对对，啊，阮学校吼，委托您做啥？做温泉的迄个研究，比如哎、哦，是温泉啊，温泉是啥物货？是要研究啥？是最好啉无啊？是啥物？研究啥物温泉的物件？温泉菌呐、啊，温、哦、泉菌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温泉内底有菌哦。哇、哦！这你爱讲一个，你无讲，大家拢唔知道。哎、欸，这是好菌啊，坏菌啊。哎，无咱爱讲的吼，是讲好菌哦，坏菌，坏菌嘛爱讲。哎，大家最爱泡温泉的呢。哎，好菌坏菌哦，都是一菌。拢爱研究，拢爱知啊。OK。啊，有迄落恁那坏菌吼，都爱检验哦，啊，都爱注意，也当迄落这温泉当做啥物应用，哎，做啥物应用安尼吼。啊，即马在泡温泉的时阵，都爱有啥物卫生的功效。用设备哦，较知影会较好安尼吼。啊，那好菌咱来起来用。啊，好菌哦，最重要的是讲哦，你若无这个温泉菌哦，啊，就无生物科技啊，那边讲生物医学啊，像那讲呢，有一种迄落吼，生物医学内底基因工程相重要的，就是讲吼，咱有一种叫做 PCR 啦，哦 ，PCR 这个反应吼，即嘛吼，咱差不多4点钟吼，就当做甲任何一个你。人的身体啊，是你要什么款的基因拢同款啊？吼，4点钟就将它做出来，检测出来。嘿，对。但是你足古早的时阵吼，差不多30-40年前啊，迄个时阵若要研究要做一个基因吼，要甲做胰岛素吼，糖尿病病人的药物啊，可能都爱做10冬的工课哦，爱两三个步数哦，两三个步数，3-4点钟就3-4点钟解决啦，3点钟你要解决，我试看嘛，不是检测，我是讲甲你做出来哦，结果出来啊，就结果出来啊，那个基因吼，放在那个，看你要放在什么物件？恁的机械内底？无，放在那个菌内底。哦，所以菌的好处底下就对了。无，不是啊，你还讲唔知？我就是无研究这个。我讲吼，这个 PCR 内底有一个上重要的物件吼，也当耐高温。哦，所以伊就伫温泉内底啦，来温泉内底吼，啊，住喺火山、火山的边啊吼，迄几啊百度、几啊千度不得靠哦，阁有菌会当活呢。诶，啊，这叫是叫什么？这叫什么名？啊，就是叫做Eric Dominic 吗？啊，有一个名啦，叫做古细菌啦。哦，哎，你就拄到英雄赛啊吼，啊这个我都想紧张，都一个都名都袂记得。无紧啦，啊英文的名叫做，就是英文的名袂记得，袂讲嘛。OK 好。啊，反正主要就是有这种菌，也当耐高温。对。哦。啊，伊
以这个 PCR 哈，上重要的就是那一旦你四点钟内底哈，对，但改的基因做出来，都是因为一旦耐高温，因为你温度愈高了，哎，反应的速度愈紧，对，就是安尼。啊，即卖 PCR 已经发展到迄个自动化的仪器啊，所以你只要电脑切切切切，还是切那些系列个那个你。哎，怕佮你电脑，哎呦，佮你做出来。啊，所以你有做到这部分的研究就对了。哎，当然了。啊，这应用到尾啊，就是和温泉产业和疾病管制局引起推广。哎，这个时阵哦，迄个时阵的背景，健康的。哎，对对，迄个时阵的背景就是咱台湾要发展观光嘛，观光啊，啊，这是最主要的目的啊。嗯。哦，啊，咱研究是比较。我就好，这举个例子啦，吼，就是讲，是，对驾车啊做研究的同时，帮助产业的话，对啊，就是安尼，好啊，老二十二单，我做过什么其他？哦，还足济啊，哈哈，举个例子，再举个例子哦，最近呢，吼，接到一个都教育部的教学实务计划 ，OK， 是，教学实务计划就是讲，我要针对咱今卖迄个吼。学生囡仔吼，看边呐，好一些那那学生囡仔吼，一毕业啊，就当进入产业界，哦对了，都去做行规，上希望就是安尼。是啊，咱即卖学生囡已经无讲啊，扣无学生就是安怎，无出来吹过头路啊，是变呐，啊都无实际力。所以你讲实务哈，叫实务的艺术是安尼，因为你在技职学校嘛，对啊，教学大学啊。OK， 啊你即卖讲教育部有这种计划，是。啊，恁安怎去甲落实？啊，请英雄师啊，请一个大师啊，吼、嗯！阿哥来，主要是咱即卖学生囡仔吼，较爱迄种迄落实际啦，嗯，好。當然啊，这实际吼，就爱少年人较狠心啦，就狠心的。哦，伊若感觉学这无路用，伊就不敢读啊咧。但是就是咱做这物件拢是伫服务吼，伫咧做工课来对吼，学到的啊。啊，我经验就是安尼啊，你即马无爱安尼吼啊。所以恁实习嘛，对恁足重要啊。是啊，所以我实习足重要的啦。恁的教育内底实习才爱占一半时间。对。你讲的对，从中学，你讲的对，对，从做之中去学。是，啊，我嘛想讲，我这做老师嘛，别当实验嘛，所以，我做老师其实嘛爱配合啦，哈，嘛爱这个配合这个学生囡啊，加这个产业界的媒合啊，那样，啊，我进前都爱把迄个学生囡啊准备好啊，唔当和迄个实习老师啊来阮学校的时候，一看哦，恁下来对囡仔袂使用哦，伊来一看到伊就歪啊，业主都爱感觉有恁有个训练个足好用就对了吼，对，啊无去到地讲这也唔捌，那也袂晓，是啊，干那要甲你教，你了一堆时间啊，是啊，所以重点足多吼，爱需要教的所在足多吼，啊一点就是。啊，那您做老师的蛮有实务经验。哎呀，我都有啊，有你有啦，啊，村内老师咧。我拢爱强迫老师去经验。我大家人拢爱有产学合作计划，无产学合作计划不要再复印啦。人个什么瑞士啦，是德国啦，嘿是。基础教育是足重要诶，非常。非常，迄国家会强哦，靠这技职不用出来的人咧。对啊，咱的学生囡仔入面吼，较袂有老头家吼，嫌啦吼，啊头家不爱用啊，啊嘛造成个社会问题呢。哦，失业啦。福音历史偌久啊？65档啊哦。啊，即摆偌济学生？即摆一万的学生。哦，安尼变出大经的学校啊？无啦，无啦，大经啊，真正还好啦。一万的是，这几年吼，做这间学校不幸安尼倒闭啊，老师关起来，学校嘛真多呢。老师都失业吼，算讲安尼，恁算逆势成长呢？阮这几年拢逆势成长，啊，这是有啥物闭关？老师搞，还问老师干掉这情况嘞？算讲拢有找到一挂好的老师啦吼，啊，无实在讲的，好丢好丢毛巾，安干工啦。啊，主要是我感觉吼，好好爱有特色，对
到他好好的特色。你啦，我们北京嘛有这里有黑吼，人家开始一定爱选你。安尼，阮就有特色诶，爱有特色啊，阮就有诶哦。啊，你讲两行啊，到底啥物特色？我会知影吼。我以前读高雄医学院嘛，是，啊，就辅音是副专呐，是啦，无唔对。哦，所以阮的印象辅音就是一间护理学校啦。对啊，所以你唔知你唔知。啊，你今嘛科技大学啊，今嘛无讲啊。啊，有啥物特色？哦，阮今嘛做多元化，阮今嘛唔呐，干那迄落护理尔。OK。哦，阮今嘛足济行业啊，足济迄落系，哦。你看要健美啊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有这哦，有啊有啊有啊，我有健美哦，健美，蛮听过哦，对对，不用选手的咧，是啊，我有得奖呢，我当年拢得奖，拢得冠军的呢，真的，对，我、哦、所以你老有那足侪猛男的对哇，猛男美女足侪，这真特殊嘞，是啊是啊，所以我就把多元化，啊，各有啥物，啊，各位的啊，比如公关的长照啊，啊，长照，我用 ARV 啊，咧教迄种迄落。什么叫做 ARV 啊？啊，叫做那个虚拟实境啦，就用电脑啦，吼、哦，用电脑可以。虚拟实境。嘿，对，伊即马迄，即马是用目镜啦，吼。哦。啊，但是呢，以后可能哦，搁较发展吼。哦。啊，但是咱迄时阵都爱搁发展迄、那个，就是爱跟进啦。OK。啊，即马我已经上进步，就是像迄、那个啊，像外国美国啊，那挂目镜啊，爱挂目镜起来吼，咱看起。几 D 的？三 D、四 D、三 D、五 D 啦，五 D、六 D， 你要去，你要去提顶，你要去升啦，三拢会使。拢虚拟啊，但是实境就是。對對對對，比如讲，你去教学生看到迄落哦，老人院内底，长照机构内底是生做安怎，啊是要急救，是安怎，急救，啊迄落卫浴，对，啊辅具，伊个轮椅，啊伊个啥物，逐项恁拢会当模拟出来就对了。我嘛会当家己做。哦，你嘛咧研发这种的设备。我有迄落呢，我有一种迄落资讯管理啊，个资讯科技，我会当写程式的哦。哦，安尼你搞这种不同的，对。这个专业甲结合，对，啊来照顾老人，是，这点就有特色啊。那这点您有在调，安尼我感觉就有特色。可能是台湾第一啊，安尼哦，世界无得看嘛，无得看就像我那咧。因为我家己嘛咧做长照啊，是。你知影我是伫迄个华联门诺基金会嘛，对啊。啊，我有照顾差不多三四千个老人，好遐济哦。但做台湾，阮照顾上济哦。你可能想要干，但是阮就是叫你做工诶。无啦，我刚才要做工尔。我喏，我请300个工作人员，是。伫华联台东吼，照顾三四千个老人。哇！我们这是拢去因厝哦，唔是讲伊招来便宜呢。是啦。阮爱去到社区，到因家啊，因为华联台东，你知影是足偏远吼，啊，交通足不方便，足不方便。啊，所以哦，那无人甲，比如讲，伊是独居老人。哎，你若无人去甲看，无甲关心，啊，佮无甲送餐哦，对，无事呢。对啊，咱应该去，因为我应该去，我逐天干呐送餐送一千个老人咧食饭啦。哦，不简单，送两顿哦，佮咪一顿咧。哦，英雄，所以你就知影讲，我用偌济人力，我司机，是，志工。做餐的吼，对啊，所以哦，其实恁的学生以后会当来阮遐做工过呢。感谢你，我就是要听你这句话来。我需要足侪工作人员啦。感谢，护理的，是社工，复健的，是啊，你讲的资讯的，对啊，哈，啊，这个辅具的，对，啊，长期照护员，写程式啊，全都用 APP 远距医疗、远距资讯。啊，咱台湾搁一点呢，是，因为这长照很辛苦啦，非常，所以哦，非常辛苦，要请人不简单，歹请。所以您既然好好开始有培养这款学生，我感觉最要紧，对啊，最要紧。所以我那个，那无培养少年人去关心做这个照顾老人的工作吼，咱以后人力就是一大问题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这个老化，老人一直坐起嘛，对，啊，囡仔一直照起嘛，是啊，啊，你少年人更唔甲你做这吼。啊，系啊，做呢，都系啊，系啊，哦，看边啊。我吼讲到这，我都想说借机会甲听众朋友有呐呼吁一下。是。即个月我接到一个高雄人的电话啦，是，伊讲陈医师啊，我拢有咧听你的节目啦，伊讲伊是我的粉丝啦吼，啊，现在是歹势啦吼，伊已经80岁的人啊，80岁都会嘛，伊讲伊最近得癌症啦吼，
啊，就知影讲啊，安尼人生嘛差不多啊啦。嗯，啊，伊嘛是家己一个人尔啦。啊，伊甲我讲哦，伊厝内足侪普洱茶啦。安尼哦。伊收一二十年，伊就家己有咧啉啦吼。哦。啊，伊较后话甲我讲哦。我知。哎，我这普洱茶拢送上互恁啦。啊，恁哦，那会当处理，啊，恁就摕去门路遐，啊，去做这甲老人送餐、照顾老人的工课。安尼无我若过身，我一堆普洱茶放伊啊，啊，无人，冇可能，冇可能，无人要来从甲轻轻担杀去。哦，啊，伊就讲叫我去啦。啊，我真正去遐看，住伫咱高雄的这个林雅市场遐尔，新中街遐尔啦。啊，我去甲说多谢。花市。啊，伊真正讲，哎，啊，你冇叫一个人，即个拢甲。可以去处理啦，安尼吼。啊，我到尾都我家己也唔捌。做真品哦。啊，我就总拜托一个朋友，伫咱高雄市吼，同盟二路79号，伊开一间叫79咖啡屋啦。啊，就同盟二路，同盟二路79号嘛，对不？好记，同盟。啊，总，甲只普洱茶可以放伫遐。嘿，是。啊，我就伫我咧办的民报，是，我有发一个报道讲吼。啊，有一个善心人士，是啊，捐这普洱茶，是啊，我呐有人捐款和门诺基金会，啊，就上一对普洱茶，搞，安尼啦，啊，所以今日有人趁着这个机会，直接甲公众的朋友讲哦，恁呐对普洱茶有趣味啦，哦，来来，还是讲恁对我的照顾老人的工作有表示支持啦，吼，啊，拢足欢迎，啊，你也是捐款和门诺基金会，安尼我来。你去同盟二路呀，你也当摕一袋普洱茶。啊，当然你若捐款较济，你就摕较济咧，拢无紧。哎，因为阮这是善心的回馈啦，个个大家感谢啦。啊，伫遮利用安尼，甲这个啊干事表示多谢，讲啊，咱的社会啊有真侪人吼，嘛咧关心这老人的问题吼。哎，咱过来听一段音乐。啊，过来继续和志伟兄吼，过来交谈吼。这条歌，请你来听看卖，内底有山嘛有海，这是。一个好所在，我无讲你知。你有多久无来人的海，也是袂记伊的存在。这是一个好所在，我无讲你知。土海的人唱着妈妈的歌，到囡仔长大的世界行。查某囡仔轻轻伫遐看，欣赏的日头人落海岸。这条歌我来唱看卖，咱的灿烂甲喜爱。这是一个好所在，彩色的世界对这来。山嘛有海，这是一个好所在，我无讲你不知。你有多久无来老的海，也是袂记伊的存在。这是一个好所在，我无讲你不知。的人唱着妈妈的歌，到囡仔长大的世界行。查某囡仔轻轻伫遐看，金色的日头人落海岸。这条歌我来唱看卖，咱的灿烂甲喜爱。这是一个好所在，在新的世界。这是一个
个好所在，这是个世界最佳来。这是一个好所在，这是个世界。欢迎各位回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。微微笑，我今天是在采访的陈志伟教授哈，伊是一个生物科技方面的一个专家。哪里哪里？伊即马伫辅音科技大学的教册哈，二十二年啊。二十二年，安尼恁培养出来先嘛足济啊。哦，遍布各个，要遍布各个领域。然后遍布那个各个南部的医院，无一间无阮的毕业生的吼，因为恁我刚刚在讲，恁一年都毕业几千个咧，一年捌一年培迄个上高专的时代啊，五专的时代，我捌一年两千个咧，所以恁算是台湾的迄个。护理人才的一个足大的摇篮啦，吼！对，即摆那长照过来哦，这对台湾有贡献呢。是啊，我真正感觉长照的人才吼，是有重要，开始，实在讲，即摆开始培养都有一点点啊，未赴啊啦。进台湾是加在个外劳在照顾啦。对啊，但是将来外劳若无吼，因为这真有可能面对的啦。一点。东南亚的国家那经济好。伊都免来咱遮做外劳啊啦！啊，迄个时阵咱台湾囡仔、少年的啦，无要顾老人哦，啊，老人就害啊。对啊，新冠疫情哦，啊，即卖因来是确诊的，你敢要？啊，对啊，愈来愈侪困难的吼。对啊，啊，个语言啦、文化无啥共，啊，咱其实咱的护理吼啊，医学啦，护理医学吼，拢是世界数一数二的。拢有名的，啊，想那边好迄落，技术的问题呢？因为我家己嘛是读医学的啦。是。台湾的医疗的人才，实在讲起来是培养足侪啦。是啦。从日本时代到今嘛，吼。是。啊，不管医生、护士、药师、检验，吼，还是像今嘛生物科技的人才，今嘛嘛拢培养足侪啊啦。对。啊，但是吼，伫实际的服务面，是，咱实在做了就好。是、哦、你比如讲咱健保嘛是对别人实在是有够好诶啦，全世界服务足好诶啦，咱的台湾的人拢嘛。但不过若讲到做研究即块，咱是当然也无多敢讲咱排足头前啦吼。对啦，因为这就是讲政府的政策有关的。对啊，研究经费吼，无研究经费都冲啦。对啦，你像你伫美国，你迄阵美国的一间药厂吼。美国有当时啊，干那一间药厂一年的研发经费比咱全台湾较济。对啊，像即摆辉瑞，咱讲辉瑞，咱上大间的公司，干一两个朴素啊，因咧上细间的生技公司拢几百个、几百个以上的啦，无人安尼啊。你像辉瑞伊即摆疫苗有在条做出来吼。是。我看辉瑞一年的研究经费吼。查看卖，台湾的药厂总加起来阁输伊啦，输伊一斤啦。当然啦，健保费都无一定给。所以这有当时啊嘛是，唔过吼，咱即马电子业吼，是，就赚钱嘛。对啊。啊，这嘛是过去国家神山，国家一直支持呢。是啊，国家靠其他钱呢，对啊。但是即马国家对生物科技产业无够支持这个程度，无像迄阵对电子业这支持。哎，十几年以后，咱可能都有。十几年都未赴啊，人别个国家走头前去啊。是啊，那边啊，所以恁在做这个生物科技，恁无小看去个。较 push 一下。对啊。所以唔知系定定诶，请李恒生啊，搞啊，迄啰，给我无得到足够的支持和重视吼，恁诶发展都慢嘛。我做钢笔啦，啊，我做钢笔，一个人要一个朴素要动因十个朴素，即公算诶。你看咱即马一个张忠谋，人讲这是电子科技之父，哈，对，富国神山。阿林姨啊，马上来一个生物科技之父，应该来啊！生物科技的迄落护国神山，对啊！阿你即马安尼对美国读册，当然嘛超过30年啊！哎，是啊！
啊，你有看到这个希望无？有啦，有希望啦，有希望啦。有，但是咱爱阁继续拍拼啦。Okay, 咱台湾人、哦、台湾牛本来就拢较耐操耐劳啊，吼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即马是少年的吼，嘛爱当接落去啊。你袂当个老老壳壳的咧，啊、okay, ！伫公司啊，伫伫研究的所在，啊，伫迄落，哎，无可能。哎，个培养愈侪少年人，哎，培养愈侪少年人，少年人诶，迄落，这就是做老师的意义啦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住教室内底，我是真欢喜甘愿做。哦，啊，所以开工，这是一个好老师，这是一个好老师。无啦，就加一世人。我因为足久无来主持现场啦，吼，啊，我的听众朋友吼，可能有要甲我问代志，也是要问你的啦，吼。好，我来开放一个啊口音，好不？好，吼，0800529529啦，吼，0800529529。那听众朋友吼。有想要call in，会使敲一支电话吼，0800529529，吼、哦、啊，电话若还袂来以前，咱就阁继续开讲吧。啊，不要紧啊，吼，哎，对对对，0800529529，我是陈永新医师啦，吼，啊，我今麦咧采访的是陈志伟教授，辅仁科技大学。啊，咱的这个听众朋友，对待我们的这个生物科技也好，吼。啊，是讲哦，咱对这个台湾的长照，哎、欸，老老阿变怎，有啥咪想法啊？有啥咪要请教，拢欢迎您敲一支电话入来哈。好，啊，恁辅仁哈，有一间附设医院呢？有啊，阮就是先，阮这间好哈，就是因为有病医哈，哎、啊、的创办人，啊、你要看个说好诶，所以、啊、所以病医的数个比好较久，哎、欸，当然啊。哈哈，够啊够咯！电话吼，阿伯，咱听一个来，来，请你讲。你好，你好，多谢你。哎，到时我们请教您吼。哎，我们一个朋友帕金森吼，你看安那医较好啊？哦，帕金森吼，是帕金森，你爱先找神经科的医生哈。对，阿姨会使讲看足济，啊，看足久啊。看足久啊，伊是住伫对？伊住伫台南。哦，台南爱去对看。伊拢会使，大家都中医、西医拢有看。哦，中医、西医都看了了，最好看一个固定的就好了。你安尼走了走来去走去，效果定都无好。就无用。我是感觉讲，台南比如讲有成大，哦，成大附设医院啊，有奇美，嗯，啊有新劳，吼、哦，这拢真好的病医。啊，咱找一个好的神经科医师。你看爱食中药来食西药？中药我唔捌啦。啊，西药是治疗效果蛮好的啦。照讲，若讲神经科哈，啊，会当给你正确诊断了，用药应该治疗效果拢袂歹。啊，即摆搁较进步，唔是干那用药啊呢？哦，即摆像杜家讲的吼，晶片的治疗，甚至外科的治疗，即摆拢会当用呢。哦，冇人用外科的方法啦呢？对，有人用外科的方法。啊，即摆伊无。拢遵照啊，甲食中医西医，逐项都食。哦，安尼都唔好啊！你等到安尼，逐项难做伙，你也唔知对一项有效。哎，做一个有效。拢无较好，啊，拢嘛是安尼喘啊，神经啊，容易起来咧紧张的时阵，啊，就较安尼感觉讲好，足诶，手拢会喘安尼。对啊，啊，伊若安尼，其实我是建议嘛是先找一个好便宜的、好的神经科、内科、神经内科。啊，有需要，伊也阁召会一个精神科，是，做会甲你照顾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嘛知影一寡人哦，你对这种的方面哦特别有经验哦，药啊就有效的呀。有啦，哎，所以请英雄师哦，你高雄的长庚啦，吼，啊，迄落义大啦，啊，高医啦，内底拢有真好的神经科的医生啊。对啊，對啊所以咱咱咪咪啊笑哦，多多迄落。我看伊那台南吼。伊是台南过去的台南市、台南县、台南市、台南市来嘛，啊，市来新台就上近呢，新楼嘛伫台南市啊，好安尼哦，系啊，啊，你去伊个神经内科吼，应该我相信找一个好医生，这会当得到很大的改善啦。你看，用药呢？对，啊，针灸呢？后日针灸呢？针灸我都唔知对帕金森到底有效无啊？即要去请教中医我较捌。刺激神经啦，刺激神经。哦，安尼，我想也是去找神经科医生开始正途啦。哦 ，OK， 好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哎，谢谢你哦，多谢。哎，
哎、欸，这吼、哦，你拄只讲着晶片尔，对，可能伊想讲老晶片来到地吼、哦，这个个一个新希望、啊，是啊，那个新希望啊，那、这就是生物科技的重要，是、哦，所以咱有他多个另外一个护国神山咯、哦，好、哦，哎、啊，各位电话来哦，无咱搁个听一个来，喂，嘿，请说。陈教授，陈医师好，你好，请教一下哈，现在都很多生物科技都有在卖保健食品，是哦，是啊，我们一天都要吃很多，又吃这个，又补这个，太多算不知道要怎么吃，对啊，吃这么多的保健食品，对我们的身体真的会有帮助吗？还是不好，来，这个请陈教授回答，这个问题哈，我的学生囡仔也会问哦，会当安尼讲吼，生物科技是真诶，然后诶，也当做出真侪迄落效果真好诶物品啊。即卖迄落用生物科技做出来诶药物啊，哈，大部分95%哦，这是政府诶主料。你可以问涂局长啊。那么我开玩笑的，就是说那个主要是有这个技术啊，嘛有这个物件，好、就像个公单有新台币，吼、啊卡有人会去做假钞啦、所以这个生物科技是真的，然后保养的品、保养食品呐、啊，吼、保养的药品呐、啊，嘛是真正有咱教科书内底下的遐效果，但是为人吼、爱认证啦，系啦，爱认证为人会骗人，对，所以咱就是卖去买着假，对，你若拄着。拄到迄歹药啊，吼，拄到迄歹人吼，有当时啊，等到猛其害吼，嘿，伊讲有啊，结果给你作用。所以我建议足简单，第一，你要看伊这个物啊，有经过卫福部正式认证许可不？啊，因为政府单位伊有一个认证许可的程序，也把关嘛，吼。是啊，是啊。啊，那有摕到正式许可的执照。都较袂骗人啊，吼！啊，第二，伊讲的疗效啊，或伊的功效，吼，有没有经过医学临床的一些试验？吼，有咱讲的人体试验、动物实验，即款拢有做。刚才咱即款疫苗要出来，嘛不是讲伊讲有效就有效嘛？一定是爱经过人体试验啊，三期嘞，啊，这拢有经过做严谨的一个科学的。定数啦，啊，所以唔是讲伊家己讲有效，咱就相信有效。哦，咱甲查看卖，即个物件对冲出来，背后是啥物学者咧做，是啥物研究单位，啊，伊发表伫啥物论文，啊，过来伊有经过政府的即个认证无？吼，安尼都啊实在讲啦，健康食品也免食太济啦，有效一项两项就好啊。有影。你讲打行家哦，假被来料，对不？打行家，生米生米啊！大家很多身体都是摸被做回来啊。哦啊所以几行假遐，几行假遐，对啊。啊，但是哦，阿叻哦，当时啊，我搁一个建议啦。哦。那有家医科医生，做你的主治医师啦，哈。啊，你啥物病，伊拢知啊。你要食这个米啊，你嘛好看一下，讲吼。啊，这个物件到底安怎？阿叻嘛是一个参考啦。对，安嘛袂歹啦。嘿。嘿 ，OK， 是啊，哦，多谢你卡来，你对，小港，小港哦，谢谢，多谢你哈，好，啊，咱剩两分钟尔吼，啊，今日真多谢，啊，够一通是哦，多谢你哦 ，OK， 来，请你讲，两位陈博士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本来对这病医吼，拢爱真有信任对吧？嗯，是，啊，病医内底是不是有迄个做正风处对吧？对，哦，起码无啦。我无啦，我跟你讲，咱戒严时期有阵风处啦吼，迄个官人或官属相的啦，啊，即马诶阵风处是干啦，管理有咧贪污歪哥无咧啦。哦，无啦，我即马是有种代志吼，就是讲我有家己有研究，因为我做目镜吼，我有研究诶囡仔近视未骨增加，哦，啊，专利嘛已经有出来，是，啊，我各地区拢有人甲我加盟，是，啊，其中有一间病院的护理长吼，就是伊个囡仔去遐配了，囡仔多少不拢无增加。是。啊，伊等下甲迄个医生讲吼，啊，医生迄阵伊是伊要验科就对了，啊，即卖已经出去嘛吼。啊，伊要往内做了。哦。啊，医生无搞。无甲你讲啦。都内做啦。啊，所以你想要叫中风处甲查？无啦，啊，我有去改变啦。不告冤呐。无啦，啊，我有去。还是
这就直接找检调单位就好了啦，司法就会去帮忙啊。咱法规嘛，爱加强啦。哦，电话回去好，无要紧。安尼，咱听众朋友吼，哦、今日真欢喜，这个陈教授来和咱采访啦，吼。啊，要结束以前，搁一遍啊，甲恁呼吁，那要甲阮文乐基金会帮忙的吼，啊，伫咱高雄市同盟二路79号。79咖啡馆遐，啊，你也当甲阮捐款，啊，也当取得阮的普洱茶，甲你回馈啦，顺便喝杯咖啡，啊，是做底下交一下朋友嘛，袂歹哈。对对对，好，啊，多谢大家哈，同盟路2路79号，是啊，这个79咖啡屋哈，啊，今日真多谢陈教授，多谢你来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来听看卖，内底有山也有海，这是一个好所在，我无讲你不知。你有多久无来老的海，也是袂记伊的存在，这是一个好所在，我无讲。